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长开箱。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新器材呢，是 Bresta & Co 的 Twister。那这个器材呢，是英国的一个日用品商，他转型做咖啡，然后并且在美国的 Kickstarter 进行募资，然后呢，并且成功达标的一个日常生活类的咖啡器材哈。那非常非常的简单，那它的标榜就是30秒就可以搞定一杯好咖啡。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？其实学长觉得，只要你的磨豆机是对的，咖啡豆是对的，用这样的器材，真的确实就可以做出水准不错的咖啡了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Twister 的结构。OK， 好 ，Twister 呢，其实就像看起来外形就是这样子啊，蛮简单。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，好，我们把它大部分解，可以分为几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是底座的部分哈，这是底座的部分呢，当然有点像是爱乐压的筛网。那这部分呢，我们就要放滤纸，或者是放 Twister 的金属滤网哈。那放上去以后呢，我们咖啡粉就会被挡在这个滤纸的部分哈，就喝起来不会沙沙的。好，这是底座的部分。然后第二部分呢是这个，这个是像是一个管子的东西呢，它就是当我们把滤纸放好，然后淋湿洗干净以后呢，我们这个身体的部分，它有一个这边有一个线条，这线条呢跟这边跟底座的部分有一个线条对上以后呢，放上去，它把它钻紧。OK， 它就形成了一个空间，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呢进行咖啡的萃取。那第三个部分呢，就是这个活塞的部分，活塞的部分其实就是这样。OK， 当我们做好的时候，变成这样子。活塞呢，只要跟这个握把的部分呢是成平行的，好，往上放上去以后呢，然后呢稍微往下压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借由这样子用夹的方式，左右这样夹的方式，然后呢把这个活塞呢，慢慢的送到我的底座下面，然后用这个方式呢，就有压力嘛，压力呢就会慢慢把咖啡挤出来，然后挤到我的下壶里面呢，这时候就完成了萃取，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哈。所以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旋转的结构哈，这样打开旋转的结构，然后就用旋转的方式呢，让你的咖啡进行萃取哈。OK。那当然，上面活塞的最上面有一个这个细胶盖哈，这细胶盖其实设计还是蛮有意思的，因为里面呢是可以让你，如果在户外的时候呢，咖啡粉磨好以后可以塞到这个空间里面，大概可以塞2到3份的咖啡粉。你要用的时候呢，可以这样。OK， 如果你在户外的时候 ，OK， 当你准备要用的时候，下面都准备好了，然后把里面咖啡粉倒到你的萃取的槽里面呢，那这时候再进行加热水，然后挤压的动作呢，就可以在户外也可以完成一个很简单，但是却好喝的一个萃取喽。所以呢，真的这个逻辑是非常的简单。对，那它的目标其实也就不要太复杂了，我就希望让大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，就喝到一杯好喝的咖啡。那学长也真的觉得，咖啡豆好，那研磨度好呢，然后保持新鲜的话呢，其实基本上这个真的非常的简单。那刚刚我们最前面示范的30秒的最简单版本嘛，这个其实对于一个没有太多器材、没有太多观念的，一般来说已经比可能外面的一些咖啡更好喝了。那学长待会再示范一个比较复杂的版本，就是比较讲究一点点，可以让你的咖啡品质更佳咯。OK， 那我们要用电子秤，那让我们的精准度更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先秤豆子，豆子大约是15克的豆子，15克的豆子。15克。OK， 好，这样刚好15克。然后研磨度呢，要比一般的手冲细蛮多的哈，细蛮多的，因为它的萃取原理上面呢，萃取不是特别的强，所以呢，你研磨度要用细研磨哈。然后我是用鬼尺，大概是 2.5， 如果你是用平刀或者小腹式的平刀的话，大概是在3左右；如果你是鬼尺刀或者是小飞马的话，大概是 2.5 左右。好，那我们粉准备好以后呢，我们就准备开始了，下壶也要注意哈，当然一定要它的口径一定要大于这个萃取的这个位置来，不然的话它可能会挤出来哈。好，把这个底座的部分呢放到你的下壶上面，然后呢你可以使用滤纸，也可以使用金属滤网哈。金属滤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像长这个样子，
对，你用两个都可以。金属滤网油脂会再强一点点，但是会有一点点口感，会有一点点沙沙的细粉。那滤纸的话会比较干净一点，所以两个都是可以，都是可以选择的。那我们今天先使用滤纸，哎，滤纸放上去以后呢，先要过一下水，倒一点点的水，然后让我们的滤纸一方面让它服帖，二方面呢可以让纸浆味洗掉纸浆味。好，洗干净以后，我把这个残水倒掉。准备好以后呢，这个萃取的这个空间的部分，它上面有一个像是标签一样的东西，有一个小小的标签，然后呢底座的部分有一个小小的标签，底两个部分标签对上的时候呢，就代表说它完完全全是密合的，可以这样放上去以后稍微转到底，因为它是傻瓜开关啦，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做其他的方式，如果你不对头它也斗不上去，所以你也没查，反正就直接放上去以后，然后转到底 OK， 就发觉说它就是稳定的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15克的咖啡粉倒到我们的粉槽里面，好，然后仔细一点的话，当然可以，我们让粉稍微铺平，摇一摇。然后水温的部分呢，刚开始可以用比较高温的水，然后我们也要进行闷蒸的动作，吼，正进行闷蒸的动作。好，我们准备给水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给水第一段给水给到45cc。然后闷蒸时间30秒，吼 ，OK， 好，好，给到45cc， 啊，就大概给让粉都有吃到水就可以了，吼 ，45cc， 好，那我们给完水以后呢，闷蒸时间30秒 ，OK， 等30秒的时间，哈，然后这个时间点呢，你如果你家里有搅拌棒的话呢，你用搅拌棒，它的萃取率会更高，吼，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用汤匙，哈，其实都可以，只要能够让咖啡粉跟水能够充分搅拌，其实都可以的，那会有一点点微幅的一点点落水的部分，其实没有关系，大家不用太紧张，一点点，这种有点像是爱乐压的器材的，他们都有共通的这样的特性，其实不对你的风味的影响程度并不是特别的高的，不用太紧张。好，那30秒过以后呢，我们再给120cc 的水，好，120cc， 然后呢，当然这段就也是一样，让咖啡粉都有吃到水就可以了，不用太紧张，不用。因为这种器材还是蛮简单的，然后45加120，所以大概是165 ，OK。然后呢，搅拌大约搅5下到10下。如果你想要很浓郁、很强烈的话，就搅10下哈。那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呢，就5下就可以了，让它有均匀的吃到水就可以了 ，OK。然后呢，再等一分钟。所以呢，我们大概整体时间大概是落在2分钟左右，2分10秒左右的时候，我们才开始进行压的动作，哈，就前面我们可以想一下，连闷蒸、连粉加泡水的时间大概是2分10秒到2分20秒的这样的过程，所以就会比刚刚那个30秒版本它的浓度啊，一定会浓很多啦，萃取率会高很多，那就是工程当然比较复杂一点点，但是也不会很复杂的哈，其实只要有电子秤。那有一根汤匙，我就慢慢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完了。好，那待会我们就准备好我们的要开始压的部分。当然下面都会有一点点水的，它已经是往下漏，这也是很正常的哈。爱乐压、DCP 多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状况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有5秒钟，好，5秒钟准备了哈。然后呢，先把这个活塞的部分呢往下压一点点，好，让它进到轨道里面的时候 ，OK， 进到轨道。然后呢，我们大概花25秒左右。慢慢的，好，这样子后左右把它往内缘夹的感觉，旋转的方式吼，要 twist 嘛，其实就是要旋转吼，大概花20秒到30秒的时间，好，然后慢慢的呢，把你的物质咖啡的萃取呢，萃取到挤出来，好，好挤到 ，OK， 这样就已经挤完了吼，当这个。这两个都已经合成了，靠到这样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就已经没有水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twist 好捡起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比较严谨版本的 twist 的味道了哈。我们来可以来试一下。但层次感还有风味的浓郁度呢，都会比简单版本的来得更好。但是呢，其实豆子的调性呢、啊，当然还是接近的，因为毕竟是同一只豆子嘛。那这个 twist 的结构上面也非常的简单，那是很
适合就是你可能上班时间比较忙碌的啊，或者是你可能对咖啡研究没有那么深入，但是想要喝不错的咖啡、简单的咖啡的话，其实 Twist 呢也是一个蛮简单的一个选择的。那我们今天关于 Twist 的简单版本，还有比较严谨的进阶版本呢，我们两个都示范过了，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。那我们今天的学长开讲就说到这边为止，谢谢大家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